这酒我尝了。关于上次我说你的酒是垃圾的事，跟这次算是扯平了。先不说这事儿，你确定不去医院看看吗？你看我像纸糊的吗？那我先回去了，一会儿该集合回城里了。等等，怎么不想负责啊？ 又来了？什么？怎么又来了？我够不着，帮我擦一下。啊？怎么一转眼就把衣服脱了？你在干嘛？ 又是幻觉，我是瞎了还是疯啊？你转过去，我脱下衣服。嗯。怎么还要脱衣服啊？我已经看够了，救命啊！老天啊，你知道我是不婚不恋的呀。来吧。 不行，我得控制我自己。其实我想说的是，林雪农。 啊！你的酒，我的酒怎么样？还不错。哎，真傲娇。开门！开门！开门！ 你怎么来了？你这话说的，我要是不来的话，能吃到这么美味的早餐吗？嗯？说实话，哎，家里人老给我安排相亲，来躲躲。哎，对了，你有没有尝过一种味道？那个味道，就像是这个世界上从来没存在过的一样。哦，你说的这种味道，我15年前就品尝过。 就像是你想象中所期待的一样，是不是觉得简直堪称完美？这人生错过，就再也无法追回的那种。啊，完美倒算不上，但总感觉差点什么。哼，你这病还真得治啊！我跟你说啊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，但是初恋一定是完美的。初恋？嗯。你不是在说初恋的味道吗？不然是什么？我说的是酒。也是，你一个没有谈过恋爱的人，怎么会了解初恋的美好啊？砸砸！ 多谢老铁，我呀已经收到了，等我发了工资就还给你。不着急，哎，是1号情况吗？嗯，也不是，不过呀，这一次的新品发布会，我一定能多亏，到时候发了奖金，我又能钱生钱啦。行，中午见啊。嗯，拜。迟到了，可是要罚款的哟。